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9号，也就是我们阿米们的生日啦。然后今天防弹出了一首新歌，叫《Permission to Dance》。正常的话，我今天应该有专辑可以开箱的，但因为他还在送来的路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。这次真的很早就订购了欸。首先，我会买它的原因，虽然它有两个颜色。然后我本身就是非常喜欢黄色，所以我看到黄色我就忍不住一定要买。我有强迫症，所以基本上每次出那种很多版的专辑我会都买。其实我在大学前我没有买过专辑耶，直到上大学以后有在打工才开始买专辑。这次的内容虽然说歌曲只有两首，那个 Butter 跟那个 Permission to Dance， 然后另外两首不对，该怎么说，其实有四首歌，然后两首是正常的歌曲，就是对，我为什么会说正常呢，就是因为另外两首是纯乐器的版本。我觉得这种版本大家也可以去认真的听一下，说不定可以自己写出一首新歌。没有啦，就是只有乐器的版本听起来会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之前 Butter 刚出的时候我还想说，哦，这次是黄色的，我一定要去买专辑。然后呢我上网找了老半天，想说天哪，我怎么都找不到，居然没有专辑，没出专辑吗？太夸张了吧。然后我去看那种唱片行，它也只有那种黑胶唱片。我就傻眼，是认真傻眼。原来是等到这时候才要给我们一个生日大礼物的概念。然后啊，这次的颜色就整个大爆满，是不是上次 B 的封面全白，墨水剩太多？没有啦，那就等我们的专辑送来开箱咯。这次东西真的很多，稍微念一下给大家听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生日礼物有哪些。一 CD 一片，二写真书，然后 Cream 版的是108页 ，Peaches 版本的是104页。第三个是歌词卡2张，第四是拍立得卡1张，五立牌1个，六折叠留言卡1张，有7款，然后它是随机附赠的。然后第七是贴纸1款。第八是随机小卡，就是大家最期待的，有8款，就是7个人1人1张，跟1张是团体卡。9是限量海报1张，但是是首批限量海报，所以应该没有每个人都有。然后官网特点就是在 Reverse Shop 上面订的，就会送那个铁盒子的卡套，橘色跟黄色，就是两个版本不一样嘛。然后加小卡1张。然后我订购的那个唱片行，它是订购2版就有特别小礼1款。我这么早订应该会有吧，开开看咯。我们的专辑终于在今天送来了，要来开箱开箱。然后我刚刚没有找到美工刀，所以用铁尺来开。包装的还算蛮仔细的，然后我这样好了，我没有买那个海报筒，跟你们说不需要美工刀，这铁尺超好用的，身为一个专业的建筑系应该要有的配备就是这支。它包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很放心的找这个大唱片行买了2个版本，因为我这个人有强迫症，要是买了1个版本就会想要拥有全部的版本，所以幸好只有出2个版本，不然之前那个4个版本的真的很漂亮吧，等一下再来开。然后这个是对，如果你是订官网版，就是 Reverse 的，就会有这个官网订购的礼物小铁盒，里面好像有附一张小卡。要来正式的打开我们的专辑咯。
等这天等的好苦啊，太早就定了，然后七月九号之后就一直在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终于等到了今天七月十九，美好的星期一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星期一。虽然今天下了暴雨，狂风暴雨，然后打雷超级无敌大，闪电也很大，啊、超恐怖的啦！哦天哪、啊，我要哭出来了，太久太久没有开专辑了，想哭。哎，这个好像是就是订购两版送的礼物，反光好严重。等一下再来开，我们先主要开我们的专辑。然后这个，对不起，我每次都是买了之后才来确认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上面送的还是里面有的。好。好，这个橘色的版本是 Peaches 版本，这个版本会有彩帆来开箱哦，大家记得要去看彩帆的，这我等一下自己慢慢开。黄色这个版本是 Cream 版本，这个会由我来开，因为黄色是我最爱的颜色。你说黄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嘿、hey, ，我的刀刀呢？为了保持神秘感，所以防弹开箱的我都不敢开。其实这里有一个洞啊，不用那么暴力的，轻柔一点，轻柔一点就要就打不开。哇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很漂亮，不是我在跟你夸张，而且它的材质不是那种滑滑的材质，它是有一点。有点像哦，这个 butter 的字，它有做那个反光的效果。我不太知道怎么用专业的术语来形容它，然后就是整个很漂亮，很有质感。上次 B1 是白色的，但是应该是墨水剩太多，所以这次颜色用饱和一点。然后这是它的侧边 butter， 还有 BTS 的标志，这很好看哎、欸。这要是我有一个那种，就是背后的那种大书柜，我把那个专辑都陈列上去，这样很漂亮哎。好了，真的不要废话，我要来开了。噔噔噔，我就不赘述有什么了，前面有说过了，然后我就放心的开箱，大家欣赏一下里面的东西。照片本灯厚度大概 1.3 公分，不信的话我们现在来量量看。对不起， 1.1 公分而已，我自己欣赏一下。好，为什么这里有点小受伤的感觉，大家偷偷欣赏一下，这个尺寸做的也很可爱，正方形的，怎么翻都是机敏，可爱。有兴趣的话，买专辑吧。哇，里面的字体也很可爱，看一下 V， 是里面这个配色就完全是我的菜啊。有帅哥就要跟大家分享，里面通通都是帅哥，帅哥，帅哥，很多帅哥。天哪，帅哥配可爱的颜色，受不了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啊，它是那个啦，立牌，就是它这个可以折起来，然后你这样立在桌上。然后这个啊，就是你可以到 Weverse 上面去扫 QR code， 它可以。我记得它可以有那个一些零用金的样子。哇，我的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哎呀，反正就是 V 的讯息，这好像是像小卡一样是随机的。帅哥 ，V 耶，嘉敏羡慕吗？为什么他的 butter 很像鞋？
他的 T 写的很像 F， 帅哥帅哥，小卡小卡也是 V 的。还有一张可爱的海边照片，他们这系列的概念照，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海边的。每个人都会有的是这两张歌词卡，也很可爱，很漂亮。还有这个贴纸，我拿不起来怎么办？贴纸，为什么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我的 CD 移位了呢？给你们看，我的 CD 严重移位。这样放好会播放是不是？开完了就要默默的一样一样把它放回去。CD、贴纸、歌词卡、歌词卡两首歌，接着是这个我最喜欢的一组概念照的小卡。哎，对，这个等一下要拿起来扫的，放旁边。耶、yeah, ，V 的小卡，还有这张，很好看。然后这个立牌，可爱的立牌。我再翻一下照片给大家看，好了。随机翻一下，哎、欸，这页刚是不是看过？可爱的 Jimmy， 哎、欸，这页刚也翻过，真会翻。欸、花心纵火犯，我到底在讲什么？剥走阿米们的心。以上是 Cream 版本里面附赠的所有东西。那现在来开一下刚刚说送的东西。戒指，哎。然后后面是一张白纸哦，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买专辑送的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专辑里面应该要有的东西。帅哥，帅哥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唱片行送的，这个胶带也贴太紧了吧？嘿。帅哥，帅哥的旁边还是帅哥，天哪，太帅了吧！帅哥的旁边还是帅哥，又是帅哥，接着还是帅哥，还是帅哥，哎，是反的，是不是？真不好意思，是反的哦，帅哥。接着是这个 Reverse 官网订购的会送的一个。小铁盒，butter， 这很像那个小时候去 Seven 会想要买的那种糖果铁盒，然后里面是小糖果。我开喽，哒啦，果果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噔噔很有质感的铁盒，里面装着小卡。赞哦！虽然说 Peaches 版本是彩版要开的，但我还是要开一下，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真的不好开，快速的，我正在快。可是我跟你说，这个盒子做的有点太合身了，我的手又特别粗，所以伸不进去。哎、欸，我两个都是 V 哎、欸，都是 V， 是 V 的小卡，手气不错，抽到谁手气都不错，帅哥帅哥，你们以后做名片就做这样吧，这是 Peaches 版本的小卡，然后接着开一下橘色的铁盒，看看里面是什么，来喽。是 Sugar， 不错不错，我怎么两个都抽到 V 呢？我应该再抽到个别的成员，这样我就有四张不一样的小卡。来，把它放回盒子里。这开箱怎么好像有点空虚？
对啦，还有海报。海报我记得是订购就有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呼呼呼呼呼呼，噔噔噔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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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太卷了，有点。后面那一张，后面那一张是海边的，看起来是海边的。哎呀，还雨。不行，这样我看不到全部的人。哎，噔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都进来喽，不可以折到我的海报。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次专辑的内容，或是跟我一样被这个颜色击倒，请赶快去买专辑吧。当然要在自己能力有限，不对，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以内去买专辑哦。希望大家多多喜欢这次的 MV 歌曲，多多为防弹应援，也为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，谢谢，拜拜。